大众合掌，随我一起恭诵《归敬三宝偈及心经》：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大海佛穷尽，自度相异佛无碍，自度即受自度无等佛，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悉受佛所尊重法，甚众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后有爱中永已尽，我所寂灭根亦除，一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悉受正尽大德生，一心恭敬三宝已，即诸救世弥勒等，摄论第一胜无着，千部论主贤世亲，我今如历日学行，大智彼岸实相意，愿今大德胜智人，一心善顺护我行，弥勒菩萨我祈请，玄奘大师请加持，欲解圣智于且行，一切贤圣今归敬。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噶得噶得巴拉噶得巴拉僧噶得波得娑哈。请放掌，阿弥陀佛。好，今天有一个因缘呢、啊，我先把这一场学修的功德啊，回向给一位今天正在进病房做手术的学长，好久不见了，希望他一切手术愈后都顺利，阿弥陀佛。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可能也不是今天一次可以圆满的进度。虽然我们名字叫五道十地，虽然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到《大乘庄严经论》的学习范围，但是各位学长跟着一起学习到今天呢，一定会觉得我们这门课、啊、一直进行得非常的奇怪啊、哦。那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引导方式，不进内文，一直在旁枝末节引申很多有的没有的想法、思维跟作业，但是各位慢慢就跟着做。有人说我不是在讲课，有人说我在怎么讲呢，练兵练将，当练的就是各位学长，
把我这二十几年学习瑜伽师地论，现在已经定调为瑜伽止观禅修，整个学修体系的，应该怎么讲呢？的一个真上学习的方式，把这个真上学习，我还是回归到佛陀教导最简单的三无漏学。 真上戒学、真上心学跟真上慧学，那更准确的讲，真上三无漏学其实就是涵盖五道十谛。因此，我们这堂课名为“五道十谛”，也就是总摄瑜伽行派在瑜伽师地论这一部论点当中啊，所阐释的瑜伽止观禅修的道理及与方法。 如果各位一直想得到，瑜伽行派以及他禅修的内容，其实在我过去这二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已经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课程名称讲过了。当然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啊，那我也愿意啊反复的讲修，反复的跟各位报告心得，但是。 在往后做真上学习之前，还是必须要回顾整个这二十多年来我整理下来对于瑜伽止观禅修一个在我心中目前的方法，或者称为道次。那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上个礼拜应该。 在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我曾经在我的帖文当中很戏谑的提到了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呢选择很多不同的文献来理解，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大科，就发现欧阳先生的科跟魁寂法师的科不一样，乃至于欧阳。 先生欧阳靖这个韩清净的科，又跟瑜伽师地论自己本身在第四瑜伽处啊的第一次地也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找这么多的文献，难道只是单纯想获得一个对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大科的标准答案吗？很显然的。 你们可以猜得出我心中的答案是 no， 不是的。我们在批读、我们在对照不同版本对于同一份文献，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大科，却有不同的解读。在批读、在对照这些不同的文献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要获得一个标准答案。 而是要去透过这些对照、这些批读，去理解每一位大德在解构他自己本身在思维整部瑜伽师地论时候他自己内心所可能呈现出来、表达出来的一种理路。我反复讲到理路这件事情，而理路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也。 跟礼拜天的课呢，就是法相中第五届的课呢，呼应一下。其实理路就是因明，因明就是在果相当中探讨因缘的思维过程，在果相当中探讨因缘的建立式，这件事情的观察，其实就是止观的内容。 我们所谓在止观当中，以三摩地心取三摩地的所缘尽事，就是要干这件事情。而我们今天呢，即将开始进入五道十地，其实也是整个瑜伽行派或者瑜伽止观禅修，我非常重要的心得，也是我要分享给各位学长的一个主张，就是要以三摩修三摩地的道理及与方法来学修。 广大范畴的法相。
法相宗被称为非常繁琐的佛教哲学。其实这些法相定义的内容，我个人不觉得它是重点，因为它是那些撰写这些论书们的圣贤他的观察心得。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是，他们获得 这些观察，做这样子法相的描述，他内证思维的观察智慧是什么。我们应该要获得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每一次或者是不同人他思维跟观察结果的文献，然后呢去批评那些文献彼此的同以与异，然后再批评谁比较好谁比较对。记住，我并不是在比较谁的答案、谁的文献、谁的心得、谁的表达比较正确，因为我心中对于想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这并不是我的目的。如果我们把佛智当作最终圆满的智慧，那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所批读的文献都不应该自以为是。但不是说他们不重要，他们都是帮助我们获得究竟佛智的增上缘。所以我们不小看任何一份文献，但是我们用心去理解每一份文献背后那个大德他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深邃的理路，他在果相当中是如何探讨因缘的建立式，而探讨果相当中的因缘建立式就是观察因缘果，观察因缘果就是正观缘起。而因缘果三个名称也可以换一换，我把因呢就把它换成十八界，我把缘呢就换成十二处，我把果呢就换成五蕴。我再讲一遍啊，我把因就换成十八界，界就是因义、信义、范畴义。缘我就把它改成十二处，因为唯有内六根对外六尘起的整个对境缘事啊，缘境啊，就是根对境事心分别生这个业缘，才会造作令一切果相显现。所以我就把十二处的形象当作缘的观察，把五蕴一时一时的分别相当作果相的观察。所以观察这从果相当中观察因缘的建立式就是什么，就是正观缘起。而正观缘起就是观察当下现前五蕴的三个相，什么相？在果相当中观察十八界的因如何借由十二处的缘而得以果相显现的过程。我再讲一遍，就是观察持续保持稳定的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在五蕴的果相上如何依十八界的因在十二处的缘上面显现种种的自性差别。哎，奇怪，我每次讲都不一样哦。我再次问你们，我哪一次的描述是标准答案？那么为什么这些答案我不同时候讲出来，其实指的都是那个现象？这就靠你们喽。你们必须不是以获得我某一次的叙述当作你们的目的，你们应该要试着从我每一次不一样的小少数不一样的描述当中去找到我想要描述我心中所观察企图要去描述的那个生命现象。你们也试着去做这样的观察，拿你们的心去应我的心。
这就是以三摩地，以修三摩地的方法来学习广大范畴的法相，我的体会，我的见解，我要分享给各位学长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我已经把答案先这样子讲了哦。我在两个礼拜前，我也戏弄的讲了第二件事情。我虽然介绍了四维导图，我们还有 X Mind 啦，这个 Mind Manager、Mind Master 啦，啊，甚至今天那个小云学长还跟我介绍 OneNote 啦。等一下他可能可以，或者是你们私底下的复习讨论的时候，彼此再去交流。你们可以有很多，电脑环境里面所提供的有效的工具，我也鼓励各位用这些工具。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云端学习的工具，我们运用这些工具可以打破很多时空上面的限制，而让我们的学习能够无止境的放大，这是一种方便，但却不是我们的目的。依着方便得我们的究竟，但是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绝对不是在玩这些软件。这些软件提供我们一个突破时空困境的工具，但突破之后，你想要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否则，越来越广大无边的思维导图，请问要提供各位什么东西？是吧？他的答案，透过这个方便想要去获得的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还是跟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就是去进行在果相当中观察因缘如何在这个果相当中建立它的自性差别。我还是在描述这个过程，可是描述又有差别了，对不对？考考你们了。好，所以啊，我们运用很多的网络上的工具，但目的并不是玩这些软件。我这几个礼拜，美国矽谷有一位担任工程师的学长，他也经常跟我在社区网站上有一些沟通跟指教。他最近非常推荐我，用电脑上面提供的所谓的电子书。他讲了两个电子书的优点让我心动。第一个，电子书不占有空间，顶多就是一台笔电。第二个，电子书等你老到连眼睛都无法用的时候呢，它可以变成音声，念出声音来，让你继续透过听来学习经论。哎呀，这些事情实际上在天台山的圣悟法师也跟我提过这个事儿。他其实很年轻哦，第一次他在微信上跟我联络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个事儿。他说他现在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去做思维导图啊？他说就是为他老了，或者是为很多人老了学佛打算。那个时候可能纸本或者是电脑上面文献的复杂以及眼力不许可，都有很多的障碍跟困难。但是如果你心能定，对这些文献所要表达的法相具有一定的熏习，哪怕你就是让他用思维导图做的电子书，就可以不断的用音声念诵，而你得到继续的熏习。尤其是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你更对他有他的熟悉感。所以前后由圣悟法师的提醒，以及美国矽谷这位学长的这个提供啊，他也特别为了我们礼拜天的课，做了成为思论，
慈航老菩萨的这个白话讲解的版本，他也做了相宗实讲的版本，他都把这些用他本身的这个技术啊，做好了电子书。他今天传给我一个电子书，是相宗实讲，他特别跟我讲，那个电子书打开之后还有双语，就是英文跟中文的那个按键可以选择，所以呢，更广于利用这些电脑的科技啊，提供给很多愿意学习，不管是台湾利用中文学习，或者是国外利用英文学习的学长。所以做这些方便事儿，老实讲，就是为了摄受广大有意愿学佛的大众。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要追求什么？还是跟刚才的两个答案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由当下现前五蕴的果相去观察因缘的建立事儿，他怎么样透过明示而有了自心差别的种种相，明白这种种相是由我法二执所颠倒执着的，而颠倒执着之所依，就是阿赖耶识及其色常的一切种。你看，我又说了很多，对吧？还是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讲多讲少，讲哪个范畴详细一点而已。当然，这是积累我20多年学习一些行派的经论，累积下来，不是卖弄，而是告诉各位，你摄受在心中。所有对法相的认知，应该把它消融成自己一心当中所具备，随缘起而能够分样啊，分种类不同的、分目的不同的叙述方式。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以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来学习广大范畴的法相知识。把法相知识消归自性，变成你内证思维观察的心得，这样子的心得才可以变成你内证思维的总持智慧，那个就是四妙陀罗尼啊，四种妙陀罗尼。陀罗尼不要以为它就是咒语啊，咒语只不过是以梵音由开悟的圣者所建立的总持的音声，可是我们所读的经论本身就是你把文字当中的法开广大义的理解都摄受于心，还能够随缘巴拉巴拉的跟不同的对象依着不同的目的讲不同的词汇，那个东西出自于什么？出自于你总持于心对于法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不是知识，并非概念，它是因为你经常你长时间的累积对你身心在运触界上面的观察，而对于你自己身心运触界的观察所累积出来的，你行住于音声文字写下来就是经论，发表出来就是讲经说法。佛陀所教的是解脱的经验道理给予方法，并不是一套固定的知识系统，也并不是一个哲学理论。你用他所告诉我们的解脱道去深化你的见，解决你的很多成见跟情执，更用菩萨行广大你的行去转动你的业缘，借由这些业缘的缘起，能够创造更多众生得度的机会。
所以巴拉巴拉一开始又讲了这么多哈，是希望给各位又引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去，从我们过去所讲的，我们批读很多不同的文献，目的不是要得到标准答案。我们用思维导图以及种种网络的工具，并不是要玩软件的技术特质。我们整理很多的文献，并不是希望要积累知识跟概念。这三个细论性的问题，其实导向共同一个目的，就是在当下现前不断地对我们果相五蕴的观察，去学习它的因及缘如何建立成种种的自性差别相，由此去理解我们广大经论描述的法相内容。不要把法相内容一直以概念法知识系统去比较分析辩证思维等，这些或许是一个过程当中的方法，但绝对不是目的。目的都是要导向直观的自我练习，去深化你对于法相的认识，把经论当中别人的经验变成你自己内证思维的体会，而帮助你自己解脱这些颠倒的见解跟情执，这才是修行的目的。我那天看到这个圣悟法师在内地当中微信的贴文，在朋友圈的贴文，他就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如果学佛在一两年之内学习没有得到烦恼解脱的一点味道，你所学的佛法本身有问题，你学佛的方法本身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得把学佛的对象搞对了，把学佛的方法也瞧好了，我们所进行学习的结果才能够随时随地得到内证思维的检验。这件事情是我今天希望各位去跟我共同体会的。好，讲了半个小时了，我们就是不是接着邀请内地的小红学长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你们讨论的结果。谢谢老师。一家师姐，我会用到我的共享。好，稍微等一下啊，他们做设定。好，不用，可以了，可以，好，可以了。好的。我稍等。可以看到吗？可以。我把这边关掉。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屏幕上面还是用思维导图做的。我今天想跟老师和大家汇报的内容，因为老师在上个礼拜呢有布置两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修三摩地的道理和方法是什么，然后如何以三摩地的方法来修学我们的文思基础。第二个呢是大乘庄严经论的颂的科判。这两项作业呢我们在昨天晚上内地小组的讨论里面哈，大家呢有进行讨论。昨晚的讨论总共有23位师兄参加到讨论中，大部分的同学呢都已经在着手做大乘庄严经论的这个科判的这个作业之中，有的已经做完，但有的呢还在做的过程中。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三摩地的这个作业，也是我们昨天重点讨论的一部分。昨天的副讲呢是由海滨师兄来为我们做的，昨天呢他也是第一次用思维导图来为大家做副讲。他呢因为海滨师兄是学计算机电脑的，所以说他的方法呢就更加的作为乐听者来说的话呢更加的好。因为当然呢我今天有跟他交流过，他是采用的 XMind 的2021的版本，他的那种演示的功能呢
就可以像老师所期待的那种，像一个幻灯片的那种定格式的方式。我今天试图想说学的那种方式，结果后来发现我的这个 XMind 8的版本呢，它的演说方式呢跟那个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会尽量的接受老师上次给我指出不足的地方，就是在演说上面哈，的那种滑来滑去的现象，所以我尽量的能够得到一些修正。当然也从一家师姐那里呢，她教了我一些像那个下钻功能的方式。好，那现在我们就想汇报一下我们对这个主题的一些思路。首先哈，就是关于三摩地的定义。三摩地的定义，因为我们礼拜一开始的三摩悉多地的共修，实际上大家都得到一个初步的认识，就是说什么叫做三摩地。实际上呢，它是叫也是一个等持。三摩地呢，一名心意尽性，是烁烁随念，同分所缘，留住无罪，事月相应，命心相续。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止和观的等持的状态，而不是说分，就是两者是分离的。当然止呢就叫色摩他，它是我们于前行的一个必要的基础，目的呢是为了清除我们的一些障碍。观毗婆色那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通达无我，我呢也是我们为师的一个宗义。当然像三摩地呢，它的合一合住哈，这个是取自于解深密经，就是分别于切品。我们的合住呢是住于我们的无上菩提愿，一呢是以我们的法甲安立，三藏十二部经的法甲安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随着自己的想法去修学三摩地，而是有所依有所住的。这个是关于三摩地的定义。三摩地的方法呢，就是关于这个，当然它就包括修止和修观。老师在昨天的脸书上面其实已经有给我们透露答案。因为尽管内地像有的学长吧还没有系统的学习瑜伽实地论的像30卷后面的内容，所以说相对的呢显得稍微陌生一点。那么其实修止的方式呢实际上比较简单，其实也就是主要就是修三摩地啊，主要就是修九心住。当然它分前行和正行。前行呢主要是五门定资粮，也就是戒律仪、根律仪、饮食之量、觉悟一切、正知而住，能够达到通过就是五门定资粮的修习呢，能够使我们能够达到一个能定、能静、能思虑、思虑有内容、内容与思虑相应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正行的话呢，也就是九心住，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寂静、最寂极静、专注一区到等持。其中我在这个第五个调顺这个地方呢有标出红字，也就是说哈，其实它在这个前四柱哈，是我们一般的初修学者呢有可能就是在这前面的四柱的里面来来回回的不断的把自己的心收摄往内。但是如果是达到第五的调顺的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达到，它是一个瓶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在前面的前行我们定资粮的部分，也就是说自己的生活习作息啊等等这些上面能够调顺的比较好，能够达到身心寂静的话呢，实际上达到调顺这种状态呢也比较容易。好，然后呢这旁边呢就是六种力跟九心住的一个配对，还有一些像四种作意的，就是力力运转、有间缺、无间缺和无功用运转作意，这个呢都是和九心住配合起来的，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概念。然后关于修观的话呢，在瑜伽师地论的30卷里面有讲到，就是主要呢是有三套。第一个呢就是六品寻思，第二个四会行，第三个呢是三种观。虽然是三套，但是主要呢我们运用的呢其实也就是六品寻思。六品寻思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意识相品识理，就是从他的那个诸法的这六个面向去思维他的那些，比如说他的意是什么意，他的语意是什么，然后是内外事相自相共相，
黑白品以及三世和四种道理。当然像这个里面哈，前面第一个义呢，它是属于一个语义觉，然后事和自相呢是属于事边际觉，后面呢从共相到理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如实觉。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这个一些详细的定义哈，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学习中再加深。实际上我们的观的一个目的呢，实际上就是为了修止观哈，就是要取所缘、修作意和正加行。因为像我们一般的凡夫吧，也在取所缘、在作意，但是呢，我们取的所缘呢，不是一些不如理的所缘，然后作意呢，也是不如理的作意，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造业哈，就不如理的造业，就会起或造业受苦。这个是六品行思。四加行的话，主要就是针对尽所有性的能证思责，针对如所有性的罪己思责，以及周遍行思和周遍视察。三种观呢是随相行观、随寻思行观和随视察行观。但是我们主要平时运用观的应用呢，其实还是六品寻思比较多。好，这个呢就是修三摩地的方法。然后下面呢，实际上才是我们要知道的。当然这个的话，以三摩地的方法来修学文思基础哈，这个更多呢是我们自己的目前的一个体会。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那么 why 为什么我们要以三摩地的方法来学文思，怎么来学，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总结。 why 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代的很多人哈，因为现在生活的科技的便利哈，也给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等等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就是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同时呢，也由于所缘境的散乱，就是像散乱、昏沉、调举等等烦恼，也使我们的首先像念根不具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力不好，特别是大家也觉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不好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觉得无力回，就是无力改变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也容易成为自己学不进去的一个借口。第二个呢，就是学习的专注度不够，因为很容易就被其他的所缘就给牵扯走了。因为现在的就是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也太多，就导致我们在学习上面的专注度就不够。同时的话呢，就只能够进行一些片段的浅层的思维。那么像瑜伽师地论哈，这个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大部头的一个论著。它的其中的思路逻辑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如果是有三种，这三种的我们的当代的特点的话呢，那么想要深入的学习文思基础的话呢，确实就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学习习惯呢，是保持在看手机上面的一些片段文、一些鸡汤文，还看简单的看得进去，那个兴趣点它就一下子就会跑掉。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就促使我们应该来修学三摩地。修学三摩地也就是说简单一句话，就是增加自己的定力，增加自己的堪能性，学习的堪能性。好，然后当然哈，像我们学一个任何的东西，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愿意学，也就是这个意乐的问题。然后嘛，有了这个意乐的建立之后呢，才会说得到具体的学习的方法的问题。那么意乐嘛，无外乎就是发心和精进。像老师经常在课上要我们自己问自己的，就是说要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学佛，自己是怎样在学佛，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学呢，还是自己确实因为认识到这个世间的苦要出离而学，为自己为周围就是有缘人的这个共同的出离而学。那么这个就是发心，当有了发心以后呢，自然就会促使自己有欲，就是一种善法欲，然后呢能够精进。精进的话是大乘唯一的善根，所以说这两个哈，是我们觉得就是在学习上面你要有一个意乐的话呢，这两点是一定要具足的。然后呢就是学习的方法的问题。
首先从学，就当然是从文思修这三个方面再加以说哈。在学的，首先是文，比如说，因为我们是要首先是文思的那些法相吧。我们现在是学习的法相宗，所以说，老师也一再强调，尽管像基金会提供了我们很多八宗共学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自己呢，应该对自己负责。那么，作为我们初学的话，应该是一门深入，且行并重。如果是两门或者多更多门的这种深入的话，在不同的名相模式之间穿梭的话，那个自己的心意实际上是无法定下来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是，首先要确定自己专中的学习。第二个呢，就是科判，因为其实这个呢也是老师这么几节课以来，特别为我们也重点的介绍的地方。就像老师刚才有讲的，做科判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让大家学一些什么软件的应用啊，做一些树状图啊等等些，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总相观和别相观能够交叉的进行，就是能够既能够鸟瞰，然后同时呢，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的深入到这个法相的那个法义里面去，然后同时呢，就是像一切实地论的法相繁多，但实际上哈，它的法相的安立，它的背后都有它的用意。用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词，就是说，实际上每个名相都是一个动词，它都是指导我们来进行止观修行的，而不是说，而不是一个名词的那这种，是一个动词，它都是具体的一个操作指南。然后经过一段的学习的话呢，这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阶段性的总结整理，建立一个逻辑思路。这个也是两位老师，廖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标杆。从两位老师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那种思路非常清晰。这个也来自于他们长，就是多年的学习，一个不断的总结整理。像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说我就听课就哗哗哗听过去，然后学习经论就哗哗哗看过去，而是说到了一定的阶段，应该是总结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说在这个文上面我提的那个关键字，就是要抓住重点。不光在学习上要抓住重点，在我们的止观修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境界中，实际上都是要抓住重点。但这个就像在佛法，我们瑜伽法相名词的有个叫做七种真如和四十种真如，作意，七种作意和四十种作意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抓住重点。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文思方面哈，就说对于自己目前还吸收不了的内容呢，我们就应该要发愿的受持，而不是说就被停顿在那里。那么当发愿受持了之后呢，继续的不断的学习，学习自己相应的部分，修学相应的部分。那么当因缘成熟，当学到后面的时候，回过头来，实际上发现前面自己不懂的地方，实际上后来慢慢自己其实就迎刃而解了，也就有了自己的体会。所以这个是在学习在文会的方面应该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思的话呢，首先是为什么我说第一个要修身心远离，要习诸缘物呢？因为我们实际上平时是处于，就像刚才说的，是处于一种经常散乱的状态，那种根本不是一个学习的状态。那么我们是应该要身心远离，习诸缘物。但并不是说对于像我们都是在家人，尽管有很多学长呢是已经退休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说就要放下自己所有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不做，而是说该做的因缘事专心的去做好，如理的去做好。当做了之后呢，就放下它，不挂碍它，把自己的五蕴身心的愧闹能够远离，处于一种身心远离的状态。不是说要一定要到山洞里面去，到什么必处于一种与不和人交往的状态，也不是这个意思。当能够身心远离之后呢，就可以让自己能够独一静处，烁烁的专精思维法义以及法相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话呢，就也就是说很重要的，
他的，也就是在经论里面的那些法相法义，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一个独立，就是孤立的一个名相，它在法义之间实际上它都有关系的。其实每一个种种的法相，实际上都可以把它挂在我们的一个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思维导图，一个树状图上面。那个树状图的轴心，实际上也就是佛法的核心，也就是缘起无我的一个正见。所有的法义和法相，实际上都是为了诠释这个缘起义。所以说，我们就要把随时学到的法义，把它能够去怎么样挂在那颗自己的思维树上去，从而能够得到一个总相的一个概念。所以，但是这个的话，这个的思维确实是需要自己一个专精的思维才能达得到的。然后是在一切时处闻思夹杂修，随闻起观，然后包括这个下面的止观的兼杂修，包括像在动中和坐中和动中的一个兼杂修。因为像我记得妙净长老他有一篇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应该如何修学一切实地论，他就特别指出是应该以止观的方式来修学。那么怎么样止观呢？就是要兼杂修，比如说在坐中的时候，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身心要散乱一点，可以通过修止的方式，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收摄下来，收摄于内。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转为观，就是观法义，也可以进而观自己的五蕴的一些生灭的一个起伏的生灭。然后从中呢来悟到我们所学到的四谛啊缘起的这些道理。当然坐中呢是一个初步的，像能够在动中修，也就是说自己在随时的境界中都能够修，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境界中修，也就是在我们的像老师所说的内道场中修。在生活境界中修的话呢，就是要随行随观和随觉。随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同分所缘，说说随念的第六意识，就是不要离开五事身去工作。因为我们经常哈，很多人就是处于一种独头意识的状态，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想的是别的事情，然后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又想的是五欲的，就是游玩的事情，那根本就无法达到心的一境性。所以说应该是要随行，是六种意识应该俱生俱灭，同行随转。随观的意思呢，就是观五蕴身，就是观五蕴身呢，不外就是能取所取的一个俱转相。随觉呢，就是觉了七种真如。当然这些像在后面的学习，止观的学习中呢，这些概念的我们会逐渐的加深对它的理解。然后在修的其中呢，它就是为人演说法义，这个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内地小组我们在共修的时候鼓励大家来进行复讲的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修法。因为你要为别人讲清楚的话，那么自己就得每一个点至少要做到一个大致的明白，然后别人的问题哈能够得以就是能够解释的清楚的话，那你自己首先要把法义要理解的明白。所以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文思的修慧呢，我们能够目前阶段呢能够达到对于二取空的圣解。这个呢是我们有讲到的关于学习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来修学三摩地，来学习这个文思的法相。好，当然就是最后呢我们就是有个总结哈，也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哈我们这个实际上也就是第三界法相中李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就是应该叫做住戒闻思修止观。通过这个住戒闻思修止观的话，我们可以在使我们的身心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品质吧，可以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好，我就想讲说这些，老师。好，感恩，谢谢。今天小红学长的演说啊，我可以给80分。
还差的20分呢，在什么地方呢？待会再讲。我先邀请一个人，我先邀请一个人来做评论。李老师，你在线上吗？李老师，我开了。好，麻烦你立刻简单的对刚才小红学长整理内地讨论的刚才演说的内容啊，稍微评述一下你个人的意见。其实我很嫉妒小红啊，因为老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过我80分。80分在老师来说很高很高了，我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嫉妒。我不能够不，我真的是不能不啊，就是夸奖哈，小红的，我真的是不能不夸奖他。不要讲太多了，太多了会刺激我们自己内地的同学们。不过也用小红的这个学习到现在的表现哈，来勉励一下我们内地的同学。说老实话，我们有比内地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更方便。但是的确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我们是可以更努力一点啊，更用功一点。那先讲小红的这个今天他主要讲的就是把他拉到止观了。在止观里头，当然重点就是修止跟修观啊。那修止总的来说就是修九轻注，那修观总的来说就是六平玄思。刚才小红在九轻注里头特别把调顺夸起来，这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关卡，的确是对的，是这样的。不过在这里要特别再强调一下，怎么能够在平时常常把自己的心能够拉到调顺的这个第五柱的这个状态，重点不是在内等安静上，重点是在修五门定之量上面。那事实上，什么时候你的心是调顺的状态，也就是没有我常常说的十八五，十个乱象，八个二玄思和五盖，只要心没有这种十八五啊，一定是先从十个乱象，然后到八个二玄思，然后到五盖。你的心就不只是调顺了，就可以从调顺到极静，甚至于可以到最极极静。那么再下去到专注一区，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关卡就是在这里调顺，而调顺不是一直修内等安静，调顺的重点是在修五门定之量。那五门定之量的重点是在修根律仪，根律仪里头包括了觉悟仪觉和饮食之量，还有正知而住。那这四个合起来就是戒禁四因，戒禁四因就能够达到戒禁四因，就达到戒清净，这个是果，这样够清楚吗？我想小红一定是听得很清楚。然后在六品寻思里头一思相品十理，小红刚才都讲了，不过稍微再把它分一下，因为六品寻思都是为了达到那个字叫做觉，觉悟的觉，都是为了那个目的的。所以你要在那个六品寻思里头看一下，语意觉，在文思的部分都是语意觉了，语意觉，达到这个语意觉的重点是在六力的那个意念，意念一定要到意念啊，文思到意念，这样子，然后回来后面都是要回来到意念，比如意念后面是什么？正知嘛，对吧？然后精进串习。都是要回来到意念，那这个假如一直可以常常的哈，从历历运转作意到有间无间到任运的时候，就变成是正念住心了。能够正念住心，那就不用讲了。能够正念住心啊，这个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能够正念住心。好，这是语意觉的部分。然后事边际觉就是从后面的意识那个事开始一直到自相，都是在事边际觉。然后共相，相里头有自相共相嘛，从共相开始就是进到如实觉了所以共相是一种智慧，是如实觉了。那共相除了共相以外重点就要放在后面的四个道理，这样清楚吗？
好，这个是，这是小红的部分，它真的很，我真的是忍不住，真的是要夸奖它，真的很棒。那事实上，老师今天的前言的部分哦，老师的前言部分实在是太重要了。也许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老师似乎都是奇奇怪怪的，为什么不仅引入正文呢？都在做一些，就是这些，好像不是在讲课一样哦。那到底是要引导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老师今天讲的是在练听练讲，也就是要训练同学能够自己自学，这个太重要了，能够训练自己可以自学，这个太重要了。那个，所有我们这个课的总标题叫做"瑜伽止观的禅修"。也就是增上三学，那我们现在也都是在这个增上三学既定会一起学的。好，老师今天有讲到，他一直提出了那三个问题的答案。老师今天给了这个答案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各种科呢？比如说欧阳大师的科呀，韩老的科呀，我们为什么绕着好多的科在这边打转，然后又在做对照？干什么呀？老师今天答案给了，我们根本不是为了科啊，因为科只是在解构，解构。我们要读经也好，读论也好，那么庞大，怎么学？要先解构它，要看看它是，你从解构来学它的结构。听得懂这个话吗？我们怎么要从解构那么庞大的经文论文，我们要从解构来学来学我们这些老师这些大德的结构，也就是理路啦。那怎么学这个结构或者说理路，是用音明的方法。音明的方法就是从它和逻辑不同，因为它用的方法是从果相上面往前面去推它的因缘建立，合起来我们把这个叫因缘果建立。这是因明，是从果相下手。那果相下手，我们都知道，就是从五蕴下手嘛，因为五蕴是果嘛，18界是因，12处是缘嘛。所以，这个因缘果的建立，就是在正观缘起。换句话说，从果相下手，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正观五蕴。千万记得这个，你在学缘起的时候，不要一直只是在道理上打转。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在五蕴上面，在果相上面，你要很真实的。你不管是修我空还是修法空，你要很真实的修我空，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为什么空？你真实的回到自己身心上。你想要修法空的话，你要很真实的，随便拿一个法，比如说杯子，我现在桌子上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为什么空？这样听得懂吗？你要这么具体的修我空和法空，这个才是正观缘起，也就是要从正观五蕴上面下手。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正观了。那正观，这个正观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学得越久，你学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无可奈何的，一定是越来越老，心的堪能性会越来越差。那有没有关系呢？我自己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很确定的，以我自己，假如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我可以保证那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学这个瑜伽止观禅修20年。真的是学了很多，用了很多的时间，也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怎么努力啦，专心的学。我有一个怎么讲窍门好不好？还是我有一个善巧，就是我把我所学的东西，我都会最后把它归摄，把它纳入一句佛号。同学应该知道我是学净土门的。我把所有我学的东西，用佛号把它包起来，这样听得懂吗？我把它纳入佛号里头。换句话说，
先说一说好了，我为什么最喜欢讲的经哈？我跟老师说过哈，我是喜欢，我是想讲阿弥陀经，因为我一开始练习，就是我想要练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我问过老师，我说我的就是我的动机是来自于听老师讲文殊般若经，那文殊般若经最后的结论是解到一行三昧，那文殊菩萨自己说什么是一行三昧呢？就是念佛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他讲得很清楚，而且文殊菩萨讲得很清楚，他的念佛三昧的念佛就是阿弥陀佛。哦，这个给我的那个信心哦，这个不可以言喻啦。所以我所有的道理的学习，我所有的止观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净性，很深很深的净性。深的意思就是圣洁，就是要到决定圣洁的这个净性出来啊、哦。那到这种净性出来的时候，我的佛号就是我的总持，也就是陀罗尼。所有的我到最后哈、啊，我在这个念佛的总持里头哈、啊，有说每天睡觉之前呢、啊，你要把你的睡眠当作好像死亡一样。那死亡我们要善心死嘛，那事实上这个就跟我们在学觉悟一切的时候，同学可以去看觉悟一切的时候，他也有说觉悟一切里头分两种，一个是深睡状态的就是无记眠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浅眠，就是那个动眼期的那个浅眠阶段的善心眠，那善心眠跟善心死其实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嘿，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啊，我觉得是好幸运哦，怎么我这么幸福可以跟老师学到唯识，因为唯识的道理是我所知道的最能够解释为什么二有，就是有阿弥陀佛和有极乐世界 ，perfect 这两个结合起来真的完完全全 perfect， 我不要再讲这个，因为不见得每个同学都是净土宗啊。我现在就做结论，老师在前言部分，老师有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我们学了这么多种这个科判哈，这个目的不是在寻找一个科判的标准答案，目的不是这个，刚才讲过了。还有第二个，我们老师也鼓励大家使用电脑的工具，因为电脑的工具的确啦，非常非常的有用，它可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啊，使得学习放大。所以这是非常方便善巧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有这种善巧，的确很幸运了、啊。不过要记着，它不是目的。那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一样，观察缘起，也就是因缘果的建立，这个才是目的啊。那电脑工具就是帮忙我们，让我们比较学习起来比较方便善巧而已啊。然后第三个，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啦，老师一直在讲的，不是在积累知识啊、概念啊，那不是在积累知识概念，我们在干什么？还是要回到正观缘起。那同学请记住，正观缘起要在五蕴上正观。那正观缘起，佛说的能够正观缘起观，就能够正观法，也就能够正观如来。如来就是诸法实相了。好，到这里可以吗，老师？可以，谢谢你。好，刚才小红学长给的是黄果树瀑布，李老师给的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给各位洒了这么多的水，希望各位不要淹死了。我刚才给小红学长说80分，为什么少那20分呢？就是觉得他给的太多了。给的太多了，但是好在我们有录影啊，那你们可以反复的去阅听两位学长，就是包括小红学长跟李老师的刚才的讲说。等一下还有我们台湾这边的学长的分享啊，所以那个小云学长刚才在课前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我们碰到礼拜三下午这个课、啊，他要做笔记，用手拿笔去写。来不及，他得要用一个电脑的工具叫 OneNote，
等一下他如果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要驾驭，你看黄果树瀑布那么大的水滴，要驾驭李老师给的更大的尼加拉瓜达瀑布的水滴，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拿个小池塘去装嘛，拿个小池塘去装它就满出来了，就变成洪灾啊。希望老天给我们这么多的水，希望它不是造成洪荒的理由，而它真的能够积累下来，慢慢的去滋润我们的大地，让我们能够获得一切时该有的老天爷的眷顾啊。那怎么样跟老天爷和平共处？我想人类必须要做的努力该要加快一点了，不要去破坏我们的福报，而把福报变成灾难。怎么样让这些消化不来的东西呢变成真正的福报？需要靠的是我们般若的智慧。所以我一直在觉得真的佛法该为人类之所必须这是欧阳先生遗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佛法并不是一套，并不是一个宗教，它并不是科学，它并不是哲学。虽然它都有宗教、科学、哲学的怎么样外衣，可实际上它是为当代人类之所必须。他老人家学了一生的佛，临终的时候他在他的遗训当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在之前也在南京大学做了以这个主题的演讲那篇演讲大概也是我个人契入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关键。好，这个不多说了我们就接着请这个慧琳，麻烦你安排台湾的这个学长来报告。老师李老师吉祥，还有各位学长吉祥。我们昨天呢还是依照往例就是一起来共读，那其实因为要给其他的学长呢也有机会呢，就是说来表达他一个学习的一个内涵，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那个清华学长呢先来帮我们引言。所以请清华学长在线上吗？是。你们有要分享的文献吗？有的，我们先请清华学长说明。谢谢慧琳。那个两位老师好，学长们大家好。我今天的责任其实只是向大家报告本组学员昨天晚上共修的状况。那至于我们学修的内容呢，我们待会会请小云学长还有这个美丽学长来跟大家这个分享那我们昨天呢全员到齐而且关于老师交代要做的这个两份功课，其中呢是关于大乘庄严经论做标号的。那琼珠学长呢他是直接在电脑上完成了 OK，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功夫那至于做宋词科判我本组是拿来主义者，因此呢我们在网站上找到了参考文献，但是呢我们还在慢慢的努力的消化中不过我们昨天花了两个多小时非常讨论热烈讨论的是这个第一题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基本上我们是采用第三届法相中最后半年老师所讲的那个内容，那个呢是以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为主，再辅以六门教授习定论。那有好几位同学也分享了当时课堂上的白板，那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课题曾经共修了一段时间，因此大家都其实都蛮有心得的。那每个人提出来自己的思考的
的东西，然后互相提醒，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收获的。那么小云学长制作了一个很完整的图示，他的想法是他要铺陈这整个思维的过程与步骤，因此他的广度是很够的。那美丽学长他则是提醒我们几个人，你在学修过程中你不能只看到这表面的东西，你要深入的，有几个特别的重点，这是美丽学长给我们的提醒。那至于第二集呢，老师在说以修三摩地的方法要修广大文思基础的范畴，光是这几个字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就在讨论了很久。广大文思基础的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五道十地吗？还是整个唯识观道次呢？那个，最后我们觉得应该就是整个佛法，因为你在整个修学过程中，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三摩地的道次的道理和方法哈。所以最后呢，慧玲学长他也编制了一个图表啊，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请他简单的分享几个重点。 OK， 那个所以刚才老师说小红学长的是一个黄果树大瀑布，我们现在呢就准备来看小云学长的土石流，希望不要把大家淹没了或吓跑了，谢谢小云学长，有请。廖老师、李老师跟各位学长大家好。当老师出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那也在讲主要是在法相中最后半年所讲的。那我们那时候编了两本禅修手册，那以那两个禅修手册为基础呢，我就倒叙的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第一个，这是从声闻地里面的内容哈摘取出来的，是共三乘的道理。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声闻、独觉、菩萨，菩萨是大乘，大圣是大乘不共，就是唯有大乘有的。那在三摩地的这个部分呢，是事实上李老师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在卷三十他有解释三摩地的定义啊，还有品别，就是九种心住跟四种慧行，那刚刚都有说明过。那这些的部分呢，我后来发觉这都跟我们的所缘有关，跟我们所缘了解的程度有关，所以不得不让我把四种所缘进士也把它拿出来做说明。当然其中有安般念所缘的前四种修习，那就进从这里呢，我们就进到共三乘的方法哈，就是我们第一本的手册，就是安般念所缘前四种修习。因为第五种是老师未来会教啊，那个是见道程度。再来第二本手册呢，就是大乘不共的修唯识观的方法啊。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主要说只要针对菩萨地卷三十六来说明四寻四观所引四如实智就可以了。那我就依序的从这三个理路架构呢，跟各位做说明。我们从上面来看哈，第一个是解释名词啊，就是烁烁随念同分所缘啊，留住无罪，四月相应，立心相续啊。那这个蛮绕口的啦哈。那我想是说，我就回想到老师说他三摩地啊，在前两堂课讲了几百遍了，讲了很多遍了。我想说，哎，到底是什么？哎，说对哎。老师说，我们能定吗？就是留住。我们能静吗？就是无罪。四月相应啊，我们能思虑吗？就是我们能烁烁随念。我们能思虑里面有内容吗？内容就是同分所缘。那所缘等一下我们会讲那四种所缘经是。
那当然最后我们能够与势力相应嘛，那是集中的目的哈，可以让我们解脱的。所以我想不同的语言事实上它叙述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这时候啊，就是各位可以想到哈，两条线就会有一个，如果我们有一个焦点的话，那我们有就是一个，通常我们在以前军中打靶、都是有参考坐标、一定要打两次才会知道、那在这边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品别，品别事实上就是九种星柱还有四种彗星啊、九种星柱刚刚小红学长也有讲过了，那我等一下我再稍微再加强一下，他有配四六翼啊，不能光谈九种星柱，他还有配六翼啊，他有配菜，还有配四种座翼啊，你看相也是一样，互相的参考坐标交涉之后，我们就更了解他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四种彗星啊，四种彗星在这一部分啊，刚刚小红学长也有讲过，能正失则，最极失则，还有周遍巡视，周遍视杂，在这个部分啊，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能正失则，最极失则，它就是范围就是十二左之四哈，所以在身为地这个范围呢，我们觉得说用这个来当范围，我们就足够可以解脱了。周遍巡视，周遍视察，它的重点就是六品巡视。好，那这个部分是所谓的四种彗星的体，在三门里面呢，就是廖老师那时候上课有讲过啊。随相行呢，就是你就是不要想太多，你就是如实观察，根据你我们所学的如实观察，啊，这个安般念所缘七种略义。那第二个是，就你是真的开始六品寻思了，你刚开始就是找到那几个点，比如说习相那四个点，你找得到找不到？哎，可以真找到，找到以后再随视察行，那就是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细，由点而现而面的这种。形容方式哈，那当然，这六品其实意识相品行理实理哈，这些部分，我想美丽学长啊，等一下他会有他以前他我觉得他经验实在是很够，他在叙述这个状况啊，就是九种星柱四种彗星是非常传神的，那我就不多说明。在四种所缘境事里面哈，第一个我们要谈遍满所缘。遍满所缘事实上就是三摩，你在三摩地的状况下哈，就是你就是已经在定的状况下呢能够那个做四种巡视，四会行啊，不是四种巡视，四会行，那叫做有分别影像啊，那四是我们的分别心啊所造成的。那这个当我们观察圣解之后舍离心相，那这时候就是变成无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不管是廖老师、李老师都有讲说，简老师有讲过，说一看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怎么做。我想就是这种状况哦。这一点三是边际性跟所作承办哈，对我来讲是理论呐哈，就是尽所有性如修性，尽所有性就是啊，你一切都是归到五蕴啊，一切都可以，一切的法都可以归到四谛法。那如所有性，比如说是四种道理啦，四种真实义啊，七真如啊，这些那道那个名词解释是懂，但是事实上要做到这种地步，我看不是很容易。最后到所作承办就见到了，在十二所知事这边呢，它有分成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跟进惑所缘哈。这就是老师在。进行所缘就是说，我们就是一直都会有烦恼嘛，我们就不会那么顺，就是很老老实会盯着这个所缘来看，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烦恼？那其中有安那波那念啊，就是安般念的意思，就是呼吸的意思哈。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说明。那善巧所缘，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的，就是运善巧、运住界哈、缘起处非处。这些基本老师也讲过，最基本是要学习应住界还有缘起啊。进惑所缘就是世间的跟那个出世间的，大致是这样。那在我们进入安般念所缘之前呢，我们先来谈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九种心住，这也是直接从老师的白板来做说。我觉得这个做的，你一看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怎么做了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哈，是瑜伽师地论的名词；黑色的是六门教宗习定论的名词哈。左边呢是配六力的哈，你刚开始一定要听闻思维啊，那你一定要记得住啊。他正知力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光记得住没有用啊，你烦恼就跑起来了。李老师刚刚讲十八五，十八五这个，我就把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后面就讲化成十八五，一看我就知道啊，他一天到晚都会有烦恼，这是正常的，没有烦恼要练习哈。那还有精进力啊、串习力等等。那我觉得叶老师在讲四种作意就很有意思。第一个，立立院长作意就是一定要刻意啊，像李老师讲的故事业、收受串习、猛力益药，就是真的要做。但是要做的时候，我还是会忘啊。忘的时候有兼运转作意，就是说，哎，你忘的时候你知道你还可以回来，这才叫做有功力啊。那在这边呢，就是说到无间呢，就是他就会一直在执行，你在旁边就你一直看着他在执行，他就一直在做，你还看到最后呢，连看都不用看，他全自动的。那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从四种作业来形容九种心术的状况，我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是蛮传神的。那我现在再回来，跟各位分享安般念所言四种修习哈，完全针对老师的禅修手册来看的哈，确定禅修意乐哈，事实上哈，它除了自圆满、他圆满之外了，事实上它是整个修守成地为范围的，只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重点还是以自圆满、他圆满为一基础啊。然后呢，第二、第三、第四，各位可以看到哈，动禅啊、调身八处啊，就是你至少位置要坐对啊，啊，至少你要调坐前你要调身筋骨。随观安般四处，就是说，你就一定要了解那个安般念所缘的七种劣欲。其实我觉得是，我第一次跟老师学的经验是最有趣的。我说为什么会有习有四相，不是明明两相，为什么会有四相？还有老师引导之后，我就自己很安静的呼吸之后，发觉真的有四相，真的入习之后会有中间入习的现象，就会停，不会马上出习，然后出习了之后停了之后也不会马上入习，真的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那个基本动作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第一个修习，就是算术修学。那老师在这边呢说，这有四种呢是你每次上座都要做的。那当然第一个是算术修学哈，第二个觉知全息，那你一定等一下我再来讲哈。第三个呢，就是你在算术修学的过程中，就是调制盖禅。调制盖禅中，当然你在完全是止的时候，你在观的时候也是要处理心乱的部分。那跟九种心住的这个状况呢，一定要完全要符合，要不然你光观察然后心很乱也没什么用啊，没什么力量。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来看哈，老师的入手是从三摩地道次来看的啊，就是算术修学哈。第一个就是这是从六门教授习地论来讲的，由外缘而上缘而内缘啊。第一个是从假想观，事实上就从名言，我们借助名言来数习，然后呢，你数到一定的程度呢，你心里就会静下来。是的确你在上座的时候的确会这样。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观了。是法是有见一言，你在那时候观的时候才会很有力量哈。这个是背景。第二个就是算术修学，那第一个我们就会以一为一，以二为一，以二为一就是你吐气的时候数数哈。然后顺算术、逆算术就是一个小周天，然后算十四就是一个大周天哈。那我就是用这种算术修学呢，让我们第一个，让我们能够觉知全息，就是由点而现而面，
啊，就是你随时你都能够像镜子一样，第三者的旁观者，李老师常常叫你是旁观者，你就可以看到他，看到他一整个状况，你也不需要去思考那个安般念所缘七种六缘，你完全不需要，你就是都知道。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会觉知全息这边会有四种六义过算数地的意思，是说你数到不要再数，就是你可以再进行对七种六义的六品行思哈。OK， 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觉知全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从这里有讲是调制盖禅了。你在这个过程觉知全息的过程中嘛，我们就可以用六脉门的一个方式来叙述这个状况，就是数随。随习就是我们不要数了哈，就你这时候定下来指就是转观环境。那李老师说为什么要加一个转呢？因为你要转成观不是那么容易哈，这怎么转是蛮有趣的。然后当然六门教授其内论我刚刚已经讲过，我是五懂心乱。那九心住这部分呢，就是从五，各位可以看哈，五六七八这四个部分是每次上座的你们都会碰得到的，都是每次上座的功课。然后当我们呢能够基本上呢算入修学到随习，就是你整个都定下来，比如假设我们都有欲界定，我们这时候来修习第二种这个修学呢，就是误入五蕴的修习啊，就是名色分别智，就是身处跟意知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要那个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那一种状况啊，每一时一时那种状况啊，你都能够体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我们都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到之后呢，我们再进入缘起修习，那就是推想为什么他我们这种感受为什么怎么来的，就是推演到缘起，那到最后呢是由缘起来证那个四谛。那当然最后老师也有讲圣解无相，他有一个颂啊，那等一下美丽学长也会有他的个人独到的见解来叙述，所以我就不讲了。刚刚李老师一直在讲的那个接近四音的部分哈，就是这个我也不用讲了。那特别要讲的就是廖老师在讲的时候政治而著讲的特别多。那所以我想我们做了这些呢，就是行识住识都能够有所谓的真正的那个 SOP 在后面，你就是四作意的那种概念啊，你按照刚开始是历历运转作意，到最后那个无间啊，就是它就变成反射动作，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烦恼的状况会越来越在被 manage 被控制被管理住。这个是对于第一本禅修手册的完全按照老师的分科来做说明。接下来是第二本啊，只说明那个可以把字稍微再放大一点。好，只说明菩萨地的部分啊。我在谈那个四寻思索引四寻如是智啊，老师特别有提到这个部分哈。事实上我们呢对于所有的所缘哈，事实上出问题或是不出问题都是色等想事，对色等想事起增益或起减损。增益呢就是你骗去所执性执嘛哈，减损就是你认为什么都没有，但是事实上还是有缘成实的。那在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才有障因缘，因为有色等想事，就是没有的当有，有的没有当没有，所以才会有用名言来做八分别，而能生三世，三世就是作业了哈。各位可以看到八分别哈，这边有自性差别种子，这是一群。啊，你看到你对外界所缘，你认为它是有自性，它是真实的。然后第二个你就分成你的我的我所，然后当然就是你会有偏爱性啊，就是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不是你喜欢的啊、哦、当然分三世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四寻思索引四如是智，
它是净方便，它净什么方便？它就是净藏，就是专门处理八分别生三世，就是处理色等想事的这一个增益或减损。所以呢，它会有四种寻思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四种寻思跟四如实智，四种寻思呢，四种寻思呢，在那菩萨地是讲名是自性差别，但是在四种寻思之好，事实上它是名义自性差别，它是因为我们心的影像呢是所缘境，所以呢是应该是义才对哈。那等一下呢，在各这四种寻思在下面都会是如是都会有提到，那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有合相观、离相观。像名跟事哈，或是名跟义也好，大家看到小云的名字，你看到我的影像呢，你会合起来。但是当你分开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叫小云，好多人你去那个网络搜寻，有好多人叫小云的。他事实上是名跟事，是如果他是各自有各自的自信的哈。那当然，我们把它合相观了之后呢，它就会有自信差别跟假立。自信的假立跟差别假立的部分哈，其实自信就是我们一个总观，假性是各种差别相。那在这边呢，四种如实智呢，就是当我们知道名为是名，就是它就是名跟事啊，它事实上我们是把它连起来，我们已经了解名是名之后呢，就是我们有如是名跟有如是义是于是假立，是我们依他起的事，外面的事哈对境，然后我们缘境呢，我们用名字哈来去起想、起见、起缘说，来是对他所知有所叙述跟了解哈，那所起的色等想事的争议啊或减损，那当于是寻思唯有是哈，那当我们知道是唯有是，就是那个是第二个是是义的关。义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缘境，那我们就知道哈，这个色等想事是性离言说不能言说，就是遍计执哈，我们知道是遍计执，不可能是依他起啊，它是不可言说的。那在这个自性差别呢，它有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彼是自性，而是彼是自性显现。这个部分是叙述缘成跟遍计，那以依他起有依他八欲的部分哈，那最后差别呢，事实上是他显不二之意，那我就不多跟大家做叙述哈。那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它是因缘有的，啊，所以因缘性空的，啊，那这是这个部分呢，是对于第二本禅修手册进藏门，就是菩萨地进藏门这部分的说明。最后一题就比较快了哈。老师说如何用修三摩地的方法学修广大的文思基础篇啊？那我比较偏重在三摩地的方法，那也希望慧玲学长他有时间来讲一讲广大的那文思基础篇哈。那前行呢，就是我立了前行呢，就是要有确立禅修意乐。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心啊，我们一定要有意乐，一定要有目标。然后呢，不只是有目标，我们有戒定四因为基础。当然，我们也要有四寻四观，所以是如实智的信解跟熟练哦。正行就是九种心住跟四种慧行。那当然呢，我们可以参考属水止观环境的这种方法。那最后呢，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对于三摩地形象的差别呢。我们必须要由有分别影像到无分别影像，尽所有性而不入所有性而见到，事实上也就是瑜伽相应实相义的过程。那我想进一步参考，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参考卷三十安立瑜伽的部分哈，尤其是最后三句话，方安立护养哈，就是五门定资粮，也要远离身，远离心，远离心一境，就是三摩地。最主要是进藏修作意，然后正加行，就是取所缘修作意正加行，这是
我讲的部分，谢谢各位。好，我在那个美丽学长还没有报告分享之前呢，我在这边稍微的说一下。刚才我们已经经过两个大瀑布的洗礼，现在呢又被冲刷到这个小云学长的这个广大的海洋，那海洋深不见底。那虽然他调理整理得很好啊，有待各位花点时间去学习，不只是那些文字，包括那文字背后所操作的方法，这也是我一直想在这几年呢建立下来瑜伽止观禅修我们文思的基础，大概到一个段落了，现在急需要的，而且禅修的方法也已经建立了，有了手册当做一个初步入门的依据，现在需要的是临场的指导，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360天的禅修中心，能够让不同阶段的学修的学长啊，得到有经验的人的指导，把这些概念上的东西变成实作上面的经验啊，这是我接下来一直要推动的事情。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并没有花太多心血去解释文艺，文艺的东西我就留给各位慢慢的去按照自己的进度，自己的堪能性，去找到我们这边所导读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文献以及影音资料。你们不同时期介入的学长大概也都有这个这些资讯的线头，希望彼此互相帮忙。那否则啊，以上广大的这个地图啊，如果只留在这些讲说的文字上，就好像说这个黄河起自于青海，出海口到渤海，中间点点滴滴，这样子讲，不如真正去溯源去走一趟，啊，黄河的溯源之旅，你去走一趟之后呢，那个见地，就不是任何概念名词可以取代的。我看到小红学长举手了，您是想做什么补充吗？请发言。老师您好，我本来是想在课后和台北的学长联系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在这里说。首先哈，我们就作为内地小鬼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很羡慕台北的学长们能够在老师的身边这么长期的修学。你们已经走在了前面很多很多，像刚才小云学长所讲的入门篇和进阶篇的内容，实际上对我们内地小组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些都还没学过，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的抽象。然后像老师刚才讲了360天的这种禅修中心的指导，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前面我们没有这些基础的学习，那么是不可能进到这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呢是想说能够尽快的能够弥补这些差距，把这个差距呢缩短。所以说我就想说恳请小云学长能不能分享您刚才做的这些资料给我们，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入门篇和进阶篇的学习可以有一个更归纳性的一个资料可以参考，可以吗小云学长？可以，他说可以，没问题。谢谢。嗯，好的，谢谢谢谢。好，你可以放下你的手了。好，我把刚才的话讲完。所以在你们不熟悉以及没有操作经验的前提底下，如刚才小红学长说的，就会变成明明我们在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经验，可是就会变成概念名词，乃至于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这个不是我乐意的，不是我乐意的。我希望各位真的就逆着黄河去找，顺着长江去找，去见闻觉知，在自己的实体经验上去扎扎实实的去观察五蕴的果相上
如何被你的十八界的阴性跟十二处的原相辗转纠结去建立种种。这些广大佛法里面所讲的法相，无非就在讲这件事儿。怎么把这件事儿变成简单的透过安般，就是习入习出，乃至于五蕴当下现前任何一种生灭的现象，当作观察的起点，慢慢慢慢去扩大你对于法相的认知。这些法相的认知，如果能够积累在你实际上对你身心的观察上，再透过平常的五盖的对峙、二寻思的这个对峙，以及十种相，这就是刚才讲的十八五，十种相、八种二寻思以及五盖，那就是你要去解决的障碍。那解决的障碍，依着解决的障碍，所以建立了种种修学止观的加行方便。透过取不同的所缘，修不一样的作意，起不同的加行，慢慢的对着这些障碍积累止与观的道之量，最后成就九心住的稳定的定，加上四种慧行的观，在六品寻思上烁烁随念，同分所缘，留住无罪，四月相应而住。明白吗？所以今天所谈到的广大，我们引了两大瀑布归入一个大太平洋。这些东西当然每一个名词你即便拿到的文献都也只是索引，接下来就是要去走一趟，而不要只是单纯的在爬书文字上。我是透过爬书文字到今天，我希望各位也一样要经过爬书文字的过程，但要得法。你依着这个方法，不见得要爬书完那么广大的法相，你其实就可以于中得到利益。这是我现在希望瑜伽行派在瑜伽止观禅修这个学修的法门上，你们能够得到我跟李老师走过来的利益。今天小红学长所给的是一个我跟李老师比较经常在口头上做的归纳意见，他的整理得很好，给八十分。今天小云学长，因为他本身就是两部禅修手册，我带着他跟李老师进行编辑的工作，他是主要负责人，所以他整理得很好。那么小红学长也很识货，就跟他要这个拿来主义的分享。我们都是圣物法师的这个好弟子啊，学到他的这个灌顶啊，这个核心的简单法门，就是拿来就好。但是拿来之后呢，你累积这么多的知识跟概念，一堆的名词放在纸片上，它还是身外之物啊，它还是身外之物。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些鸟干的东西，依着刚才小红学长整理我曾经讲过的东西，你要带着这个鸟干的总相，不妨碍你在别相当中而不会迷路。你要认得别相，但是是带着总相去观察别相。这个是我一开始在五道十地给各位的东西，就是往下文艺的东西，有太多注解书可以参考。老实讲，我个人一点都不急，乃至于呢，我大可以怎么做呢？我大可以说，谁谁谁，你们就强迫而且轮流负责讲解《大乘庄严经论》，依据《经庄严论》的不同的四本，你们就可以练讲，然后我搭着你们练讲的结果再来做补充，这堂课也就讲完了。可是重要的东西在哪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学修的心得跟方法，希望真的能够懂，以五道十地为审查身心的标准，以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慢慢的
学习广大范畴的法相，确实贯彻这个，确实贯彻这个，这个主轴线能够贯彻。那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讲修这么多年，李老师讲修这么多年的影音以及文献，发交给不同的学长做整理。等一下，美丽学长就会示范他整理文献的功夫，他的功夫应该是被很多人，算是应该要称道的啊。所以我们接着就请美丽学长来跟大家展示一下您整理以及呈现演说以下这段叙述的这个示范。美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午安。午安。请对这一份资料也一样可以分享给内地的学长们，因为我这边所说的都比较略，可是我有标注这个来处。第一个呢，老师在说什么呢？如何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第二个是修三摩地的方法学习以及文思基础的范畴。其实我这个80%都是抄袭老师的啦，我其实没有我自己的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呢，一什么呢，本地分的前20卷。第二个呢是菩萨地真实一品，就是卷36那个地方。第三份的资料就是摄觉得分，是51开始，最多呢到57，从这里来建立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回应老师上面所说，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范畴，就这一个范畴。那我就试着来答嘛，答这个瑜伽止观的特色。我为什么会用特色呢？学了很多禅修哦，我就发现老师给我们的这个非常的特殊。他一开始呢就列了一个总诵，六品寻思七作意，四种会行九心住。其实这两个诵都包含止跟观啊。那这个特色里边呢，非无思无想，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要用到两个心所，寻跟思哦。所以呢要保持怎样呢？保持全程的观察。这个全程的观察，这两个法，这两个是这个禅修的法要哦，保持有距离观察，保持全然觉知。我们这个呢要恒恒时常常时都能够做到这件事。第二个呢，开始习禅的时候呢，先要检查动机。动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想要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件事。好，再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性呢，其实实际上要稍微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根性。那根性里边有28种。那从顺藏法静修其心呢，就是说心散乱了，我们特别老师给我们安排安般所缘。所以只要心散乱这件事，其实我们不止心散乱了。我常常有发现，不是同学的，我自己也有，就是有什么东西呢？颠倒，于境颠倒，有心倒、想倒、见倒。那所以对境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不如理作意多。好，那往下我就会说一说我们如何如理作意。透过呢第三个呢，就是透过无机烟因众于恒恒时常常时，要做什么事呢？熏习跟原生，让这个如理作意能够遍满。所以每天的定课以外呢，行住坐卧都要来做这个如理作意。虽然呢老师所教的并不是要修身定，可是呢因为要观呢，所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慢慢的它就会成熟定，是因为这样来成熟定。那当然前面很多同学都说了，我们要借镜思音啊，种种那个是前行啊，前行的部分不能少。那再来就是在做这件事哦，因为你肯定已经发心了嘛，发心就是要往这个圣道门开始进行，所以要把前面应该要具备。就往下这一段呢，我也是拿老师写的东西来分享给各位。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取安般念这个所缘如何升起六品寻思呢？
第一条很重要哦，第一条圣解于安般涅所缘的七种略义，这个在白板的哪里呢？就是在第二个音档的 PDF 那个地方它会有哦，所以只要想要听那里边的内容，我现在这里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就是先这样呈现。第二个呢，取现前当下安般念所缘，若内若外，若内外相，这个是在做什么？寻声观。这个就是在寻声什么？寻思什么？寻思事。刚刚那个是寻思意，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那你因为这里是要做运观察嘛，无运的观察，当然假如是后面所呈现的所有的寻思事都是运处界，老师刚刚已经说了哈，说我们要观察的是叫因缘果。第三个呢，保持全然觉知，相续辨识出入息的自相，我们能观察的只有是自相了，体会呢无常的是它的共相，渐渐的成熟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的三种随观智。哪三种？就前面这个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随观，这个就是寻思相显现的哈。那再来呢，由内等安静四种住心的正知，五盖八寻思这里刚刚都有阐述了，我特别要说这个八寻思的八二寻思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叫不死寻思。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还有明天呢、啊。哦，以这样相应起对治，乃至专注一去等持住的九心住，便是黑品。黑品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那个不如理，那这样子就已经是白品心了，并不另外有一个白品心。好、哦，六个呢，又正寻思去来经，那个心哦，从刚刚的比较粗的渐渐进入到比较细的时候，就展现出三世来的观察他的身心的关系，身心细数在入席跟出席，这个时候就观察他的时。又正寻思此中都无持入席持出席，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个理的部分呢，开始让我们能够慢慢懂得要浅向、哦、入席出席呢细数于彼，唯于从因从缘所生的诸行发起假想施设言论。我们一直学习以来都有看到这几个字，假想施设，说有能持入出席者呢，如是名为一观待道理寻思其理。观待道理有两项很重要的两项里边的内容啊、哦、就是施设观待，施设用什么施设？名句文来施设。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读文呢、啊、不离文，可是不直文，这个是重点。那在这个上面你要升起观待，就是说那个法的次第从刚刚到现在就是要把它升起来，法要升起来、哦、观察的那个法的次第。又正寻思若于如是入出席，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寻思，很重要哦，能断寻思。又正思则如是道理有自较量，有内正智，有彼度法，有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这都是老师写的了，主要就是你要去听他解释。我下面往下拉，列那个出处，取所缘，其实这个动作就在做什么事？取所缘修作意正加行，取了所缘是七略意，七律义我大概说一下，是在白板的第二个哈、哦，他要变什么？变那个入出席，然后呢，你要出因缘，席要所依，依在哪里？依在身，依在心。那习行是什么？有上行，有下行。所依的是什么？出孔雀跟细孔雀，还有一个异名哦。那那个安般念，它也有可以讲成风，也可以讲成入出席，也可以讲成身行。那最后一个是要检查他的过患，这个是七略义的。七略义为什么要能够达圣解？你没有圣解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观察的、哦、所以取了这个所缘啊，修了作义，作义往下这一段非常殊胜。因为怎么讲，我们以前学习过了，我们的禅修都没有把这个部分讲得这么清楚。老师教我了这个几次，我就有发现我们心有工作，我们让心有工作，心有工作的时候，它就很少会出现其他的东西了。
我的经验值哈、哦，你看那个入席出席各有四处相，专有名词就是这个四处转乃至转如所转时而转，那怎么观察呢？哦，这个就开始了哈、哦，此事从前相。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呼吸有吸进来吐出去，好，那现在你就看得到前面的像是到现在你吐出去的时候呢，它前面后面是不是有分别变异到后来像，是不是？那其实持续的都是由前像变异成后像，而心呢是去分别那个像，然后安立一个名。这里老师就安排了一个往后的那个很需要衔接的，衔接什么？我们四种寻思里边第一个暖位所必须要观察名义自信差别，其实这里就可以练习这个啊、哦。我先讲这个是总的意思，我就是老师哦，不是我哈。第一个是四处转，就是你取的那个前相，乃至转是取了这个次第水转的后相，由这个前相转到后相的这个变异呀、啊。这个变异当中分别安立了一个名叫做什么入席，然后叫做下行。如所转的观察并不是在乃至转的后面，是在四处转在乃至转的这个中间，在彼有处转下行的那个当下就要觉知，所以重点在觉知，不是在看那个进进出出，反而是就是说看到那个出席出席入，你看到的是什么？就入满出空嘛、啊。席呢入入入入入到满席位、啊、然后不入不出，然后不得不出、啊、然后就进入到空席位这样。且能从这里就能观察的心跟所观察的这个习啊，如此这样建立二取。那建立二取的时候体会的是什么？身处跟意知。在这个五蕴上面了解到的是跟名色的分别字。对不起，我关错。美丽，现在把我关成静音是为什么呢？不小心按到的，对不起。好，我继续讲吼，还有点时间让我讲。这样下来，你就会体会到一件事嘛。其实心有工作，它其实实际上就体会到人无我，因为为什么没有独一存在性可得啊？必须都要待缘和合嘛。那往下这一段更重要的是在说观察圣洁、舍离心相的一个练习，这个是老师我揭露下来的，一直不断的相续保持在统合性的状态，统合性也就是心一境性的状态。也就是同分所缘，受受随念，也就是身处跟意知的同步随转的状态。如果本来一直都是这样，请问学长，你会有知习入的心生吗？你只是觉知有处，觉知是腹胀，然后又觉知有暖处，是不是只有四处？只有鼻处身份的胀缩，是不是入席只有两个处，出席有两个处？其实都是分别心生呐、啊。但是我们会说鼻门最开始的凉风的处跟上身分胀大的身处，这两个是属习的时候时代的处。这个处虽然是身处，请问如果你只要同分所缘的时候，第六意识也不打妄想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会知道有处呢？是因为我们同行的觉知，也就是具行作意，第六意识去分别它的相，但不要再去取一个名叫做入习。如果会觉得有入习心生，表示你的心相分别起，我们讲的是那个舍离心相，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在跟我们解释什么叫舍离心相的这个相。所以留下来的是什么？能取的心，保持的是那一份觉知，明觉相续，这个地方就很重要。所以网上所说的都在传达一个讯息，观察圣洁舍离心相的过程。好，往下走。小节的意思就是说刚刚已经都讲过了，那一的这个保持在这个等持柱上面呢，继续观察，观察这个形相续，这个形相续的心呢，觉了心缘起，当然白板的话就在十一，没有离开这个安般念，只是那个心渐渐的维系，虽然有深处有意知，可是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的教理学习，把这个下面这两行如是了知，无明先行命根身心跟入出息依在这个身心上面做什么观察？做那个流转跟缓灭因缘的观察。那在这个地方假如是你已经开始慢慢懂的什么叫明相应处，这个地方就可以显现明相应处。
名相一处的时候，就是处因缘所生的受想思。这个在《杂含经》老师有特别教我们这一段的观察，可以去参考那一段啊。所以往下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出席无间呢，提行停息不入，行转生苦。所以这个呼吸本身都在显现什么？显现四谛，显现这个苦集，跟我们希望能够目灭，能够修道这件事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是这样讲讲不算数的，还是要去听老师解说的音档。然后误入缘起的时候，这个是他编的一个颂：一生缘处心分别生，由四执受一缘先行，三际无知。我会这样子把这个把它弄成一个随身法杖，然后我随时去给它翻阅，然后我随时让我能够在这上面做观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小份的随身法杖，不用很大，就是随时你都可以放在口袋，然后随时打开来看这样哦。总结的意思就是说，老师在这一个第三界法相中，一开始的第一个音档，他就编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卷二十的修守成地，第二个就是修三摩地，第三个呢是就是进入到唯识观的道次。所以这个三摩地的部分，他引六门教授席定论来跟我们解说。所以这个最后一门的部分是修定的这个部分呢，可以通三种定。那三种定呢，就是你懂得要摄心内住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得坐一住的时候，就有三摩地心了。那再来呢，就有两条路，一条你要往四禅八定，还是你要往这个四谛十二因缘走。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抉择的，就要看每一个人自己他现在目前想要怎么样用功加行用功。那这个课程我刚刚也说了，这个部分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学习三摩地的修学，然后进一步转成唯识道观。这个衔接的这个部分呢，我刚刚也举例了，就是一开始你就懂得说，哎，我现在正在取向安立明这件事要一个心稳定相续中，才有办法这样观察。所以观察的时候是四寻思观入四如实智，就会展开五道十地的前行跟正行。所修学的教研，我这里特别要这样说，没有离开观待施舍。我刚刚有说了，有升起观待跟施舍观待，所以其实实际上所有的施舍再多还是施舍观待。要做的事情就是升起观待，哦，那以及就是六品寻思里边的如是如是语，有如是如是意，哦，带起的就是语意觉。刚刚那个李老师也都有说了，我这里就不再多说。我的意思是说，学再多还是修止观。修止观只为了做一件事，就是让我的心颠倒这件事，我能够看懂我自己，同时也可以就是说跟有缘的众生来分享，这样的可以烦恼离系，不会生活在这么苦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里。好，我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好，谢谢。我立刻要打一个预防针啊，算是新冠病毒最新的变种病毒。什么病毒呢？那个变种的种啊，不是种类的种，是肿胀的肿。希望不要被我们这堂课啊吓到啊，这个身心肿胀，肿起来，觉得我们怎么要学这么多东西呢？吃不下去，咽不下口啊。别忘了，以上不管从小红学长的演说，接下来慧玲学长就引了秦华来报告昨天的分享心得，小云呢带我们跳进了太平洋，然后呢刚才美丽学长呢又带我们走了一趟这个长江。长江起源于青藏藏高原，我记得没错的话哈，唐古拉山脉，然后出口是上海的崇明岛。你把它讲完了，你们得到什么？得到的还是一堆概念名词，是吧？
但是以上这堂课这么多学长次第的给各位报告的内容，是我跟李老师这20年来走过的路、讲过的话、批读过的文献、整理下来的文字音声以及各种归纳性的档案，就有待各位，我们把这个地图都画好了，就有待各位慢慢的去学。但是以上你们都去整理了我跟李老师过去讲学修三摩地道理跟方法的资料，但是并没有真正去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何以修三摩地的方法去学习广大的法相知识？你们一定会不甘愿说，讲这么多不就是吗？啊，我要慢慢的从50声相应地一直学到卷20修所成地里面的这么多法相名词，那我又要修学哦，那么多那么多刚才你们每一个人所讲的那些东西，那这两条路是一件事儿吗？这个问题是我们等一下要解答的。那我们一堂课呢，从2点一直给各位啊，接受2个大瀑布的灌顶，又带我们跳进太平洋。刚才我们又走了一趟黄河跟长江，我们就休息10分钟吧。现在4:10，我们20分请各位回来。哎，那个 Peggy 要讲话，来 ，Peggy 请说。瀑布打扰大家休息。你说，反正休息就递言吧。哦，好，因为我好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刚大陆学长要问台湾学长问拿得了份资料，那我想问，我们不是大陆的，能看到吗？或是能拿到吗？是不是会在那个LINE 的平台会放上去？会。甚至那个，甚至傅明学长一直在建的，在阿里云的那个资料库里面都找得到。哦，对，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符合随手拿主义，这个因为自己弄的话可能好像很花时间，不容易弄。我们资料都会，我们资料都会交给傅明学长建在阿里云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听说小云学长的报告会用上 OneNote， 但是刚刚好像没有看到。没有，他刚才的报告是用那个 Xmind 做的 ，OneNote 是他自己听音档做的笔记，他并没有分享 OneNote 的部分。哦 ，OK， 那我以为他在分享那个，因为我最近2个月开始碰这个 OneNote。然后我发现它很好用，对，也是符合我们不是太懂电脑的人比较很适合，又不花钱，所以我就是看看能不能跟他一起交流一下。你们就私底下交流吧。第三个问就是今天的报告啊，都反反复复听到很多次，那个九星柱，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会看到是九柱星，因为当他用4个字的时候说9种星柱的话，这个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只是用3个字表达的话，有分9星柱或是9柱星，有区别吗？或是无所谓了，你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只是不同人的语言习惯的问题而已，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所以就不用考究他到底应该是哪一个才是正确，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不必考究。那好，那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其他问题了，谢谢老师。OK， 我们休息10分钟。今天的课就文献内容跟资料上是相当的吃重，但是他们都只是试图要把我跟李老师曾经讲过或者是批读整理过的文献做一个目录性的说明。尽管你们拿到今天所分享的文献
刚才我看到在台湾的这个Line 啊，一家已经给了，微信那个部分一家也给了啊。剩下的工作啊，就是你们真的要按图索骥，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名词，你们都要去透过你们自己操作性的经验去逐项证实。这就是我所说的按图索骥。回过头来，我还是要透过你们所分享的这么多的文献跟音声资料，来自己回答我要问的那个问题。我所谓以修三摩地的方法来学习广大的法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啊，在这堂课，不只是这堂课，应该是包括礼拜天唯识宗唯识法相中第五戒，我会在节前五部之论，把李老师在四遍段用唯识三字经做整理的这段法相，我用五部之论的脉络在节前过一次之后，我就会借由这个方法，就是修三摩地的方法，来陪着、带着，乐厅的所有学长一起来干这件事儿。什么事呢？把我们在《成唯识论》里面论文所讲的每一个法相，透过修三摩地的方法来进行观察、体会。各位请记下以下我所讲的四个步骤。四个步骤。第一个，色心得定。这个字虽然只有四个，但他所要做的日常功夫却是很多。因为他要对治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李老师所说的十八五。十就是十种错误的取向，因为这些取向会让我们生出贪嗔痴以及一切的随烦恼。第二类就升起八种恶寻思。什么叫恶寻思？因为那种寻思并不是如理作意，它却会让我们增上想，而这个想会增加我们很多习气上面的颠倒值，包括成见，包括情执。第三类就是五盖。你们不能不去，你们不能不去处理十种取向的错误，八种恶寻思的颠倒，五盖的障碍，你不能够不理会这三大件事儿，说我要来学佛，这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一个弟子相，就看你是不是依据老师以及道场所要求的加行方便，调制这个十种错误的取向、八种恶寻思的颠倒以及五盖的障碍。假定你不去处理这三大件事情的障碍，你根本入不了法门，你色心得定的功夫没有，就更做不到底下四个字足而已听。足而已听就是要把你的耳朵，当然不是耳朵了，当然是耳朵带到你的心了，你能够朝向善知识或者是经论上面的文句所要表达的意，在心中升起一种相似的同分影像。你如果升不起心中的同分影像，你没有办法产生理解，没有足够的理解，你就不能够串习成念，念就是记忆力，
因此你坐上修根本不可能有值得你思维的内容。即便能够勉强有坐上修熬成的定，可是你的观是生不起来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摄心得定，摄心得定就是要处理三大件事，十种错误的取向，八种二巡视的颠倒，以及五盖的障碍。你必须先解决这三大件事。恰恰巧，这三大件事就是有巡有视等三谛里面所讲的三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而以上的三种杂染都被第三种杂染的所依，就是生流转所摄受。也就是说，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全部呈现在生流转的种种相上面。它不就是从第四卷一直到第12卷吧？所以你一下手不就是要把心所产生的这三杂染的种种形象透过卷四到卷十二广泛的把它批读一次，对吧？所以我还记得李老师应该可以印证，我第一次问他学白法，我问他说你白法里面你想学什么，他说他只想学五片行。我说那么26种根本杂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你不干活了，你不想学了。他说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学。我就说你这个不学你怎么入门呢？是吧？详细的不多说了。所以也就是说，认识自己是一个染着五蕴生灭的位，产生过患而不自知，于中起颠倒，还有种种的情绪。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个东西处理清楚，你入得了门吗？第二，足而已听，你凭什么听呢？你听能够抓到重点吗？你到底要听什么东西呢？因此你听要有方向感，要抓重点。刚才小红学长那个他的整理我觉得倒是很到位。所以摄心得定就是调制你的十相、八巡视、五盖，足而已听，我就给他做定义，他就是要以戒清净为上手。调整你的饮食质量跟绝无余且，在260中住食行食的10个处所，练习你的正知而住，让你的6根门头有律仪而住，你才知道你要听什么。所以这一组功夫就是调制十相、八二巡视、五盖，假定你不做，你又没有去贯彻五门定之良的生活惯习，你根本入不了门。简单讲就是这样。可是别忘了，这18五加上五门定之良，全部都在哪里？全部都在54声相应地到异地之后，就是有巡有视等三地，乃至于进入文所成地、思所成地到修所成地的内容，不是吗？而至于正行、正修三摩地，那就是卷26到卷30的功夫了嘛。所以你看啊，整部《瑜伽师地论》它的道次第，其实就是修三摩地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每一卷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要依着每一卷的内容回头过来，就比如说我的第一步不是给各位八个字吗？色心得定，诸耳已听，背后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认识你的十种颠倒取向、错误取向、颠倒的恶寻思，以及五种盖的障碍，是吧？就是认识你有寻有事等三谛三种杂染所创造出来的生流转。然后呢，如何用三摩悉多等四谛的方法进入文思修，入三乘菩提道？所有这些东西所依的体，就是五识身给予义谛。所以五十卷一些实际的内容，就是一个修学身心符合三摩地启用的道理跟方法。你学习每一卷，就要依着每一卷，用你调制身心的方法去做，把你准备成一个随时随地色心有定、足耳已听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已经什么状态呢？你已经是一个身心内清净的状态，而不是染到了 COVID-19， 而且还是变种病毒，变得那么肿，一堆资料消化不掉，你要打什么疫苗才能够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事情。而所有这些东西所依的体是什么？就是五识身相应地跟义地啊，因为都在六根门头起作用啊，不是吗？好，第二句话请各位记得，既然法相贯彻五十卷，那么多的法相，而整个法相的升起之地又完全是一个集资进账的过程，就是一个让你身心慢慢透过对治十相、八二寻思、五盖的障碍，去积极五门定之良的准备程度，然后入到什么？入到三摩地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修三摩地讲穿了，在我提供心一境性三摩地定义里面的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第一个，烁烁随念，烁烁随念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烁烁就是反复，随就是随你的心，随你的心相，念就是正知正念。不断的繁复贴在你心相的生灭上面，去观察相应于你文思修的那么多的法相。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你的心相，让你回忆起文思修里面所学习到的法相的广大分别，你就去找。当然你可以很乖的从第一卷第一个字慢慢爬，爬到第五十卷的最后一个字。爬完之后呢，我的经验是啊，你学了第二卷就忘了第一卷。所以以下呢，我们就要接着在五到十地的课，以及礼拜天唯识法相中第五届的课，慢慢呢带着各位示范教学去练习怎么样以修三摩地的方法干这件事儿。什么是烁烁随念？反复的随着你当下现前五蕴心相的生与灭去观察、去理解、去体会，原来这种种相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五十卷的广大法相差别。每一个广大法相的差别
都要找到可观察的身心现象去对照。从经论文句上面的概念名词转成身心观察的一次一次反复，有差别又有雷同的理解。依照李老师的说法，就在这个内道场当中反复进行归纳，反复进行整理，这就是烁烁随念的意思。然后你所建立出来的就不是一张一张纸片当中说长江出自于青冈藏高原，然后出海口是上海的崇明岛，不是这些概念名词，这概念名词网络上你 Google 就有了吧。从你的经验，因为你实际上 一地一地走过，你就依着你每一地的经验去回忆。那回忆的过程是什么？透过闻，透过听闻，透过思维，透过意念，透过正知，透过精进，透过串习，不就六力了吗？六力推动的是什么？就推动了 九住心，或者叫九心住了，让你的心慢慢的定。定的意思是稳定专注的相续，它不是定在一元，它是同分所缘。你请注意哦，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就是一个相似的范畴，是一个你事先所选择可以观察的相似范畴。比如说我选择安般念，就在安般念习入习出的七种差别略意上，你产生文句上所讲的法相，以及你身心上可做观察的差别相，你去一一对照。安般的七种略意，每一个都可以观察的身心现象，而不只是只有文句上的法意。完全以身心的观察当作你限量的经验，去得到比量的知识，去理解圣言量，印证所谓的四种道理。它都是实际上操作的东西，它都不是概念法，但它却是一个从概念法到真实法的过程。什么是概念法？透过名字文句的理解。什么是真实法？透过当下现前生命经验的观察。怎么样透过概念名词进到真实作意的身心观察，就是你们要干的事儿。一个善于讲解的人，也应该要带着乐听大众去进行这些当下现前身心观察的止观体验。好，我们讲了烁烁随念跟同分所缘。烁烁随念就是反复的就在当下现前的五蕴生灭上，对不对？随着这个五蕴生灭的心相进行随相的观察，是不是？透过六个力量，听闻、思维、意念、正知、精进、串习，引发你的九住心，慢慢得定。什么叫定？让你的心绪能够相续稳定的在同分所缘，同分所缘是什么？相似法的概念，相似法概念相应的身心现象，同一类。当你相续在同一类的生命现象去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些自信差别的生命现象，可以相续前后左右关联性的产生理解。什么叫做留住？留住就是两个力量，无间因重。无间就是相续，不要间断到十相、八行思、五盖上。你如果跑到十八五，那就不叫做留住，
对不对？那就叫有奸呐、啊。可是有奸杂，你被五盖拉走了，你被八旬师拉走了，你被十种相拉走了，你自己能不能警觉？能警觉叫做正知，拉得回来叫做正念。这个练习让你的身心有力量得定，是不是？这是留住。什么叫因重？你有了相续留住的无间心之后，你还有因重心。因重心就是你求开悟的心，求解脱的心，求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心无挂碍的心。你要有这个意乐，不断的检查你的发心，不断的看到你动机的转变。什么叫做无罪？无罪就是没有染污。什么叫做染污？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流转就是染污。一方面，染污不是要急着去消灭它，染污先要去认识它。哎呀，搞清楚它是什么因、什么缘建立的，什么样种种的差别果效，对不对？你发觉它因缘生无作者、无受者、无流转者，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自性可得，你就保持有距离的观察，看它如何，了解吧？你把你自己能做主的作意心抽离了那些种种相，种种相没有你的不如理作意做推动，它就生灭不下去了，根本不需要跟它对抗，各位懂吗？那个叫做无罪四月相应。所以正确的认识引发正确的见解，安住在正念正知的相续心上，就是烁烁随念，同分所缘，留住无罪。什么叫做四月相应呢？四月的意思就是身清安心清安的意思。所以学佛是一个有身心清安相应的一种定相应的心所，因为身清安心清安会让你有堪能力。什么叫堪能力？虽然我驾驭广大的法相深邃的法义，但我觉得不吃重，我讲起来会吓死人，可是对我来讲就是一念心的观察会而已啊，是吧？所以对于一个能够这样子以修三摩地的方法去学习法相的人，那个人而言，他是举重若轻的。对于把他当作概念名词去听闻、去累积文献资料的人，他是吃重的。所以三摩地的定义就那四个元素嘛，对不对？烁烁随念，同分所缘，烁烁随念在同分所缘上，对不对？然后要保持无间因重的心，远离三种杂染，让你产生身清安心清安，不就这样子吗？可是如果你只是依赖什么？依赖来听课，一个礼拜就这三个小时啊，那听课可以累积很多的文献资料，你回去要整理半死。假定你不能在每一次听课以及你事前的预习、事后的复习上得到一点反复烁烁随念，在同分所缘的范畴上练习你这一份无间因重的心，慢慢脱离三种杂染的系缚，因此产生身清安心清安的受用的话，请问你怎么活得下去呢？所以你要改变学习的态度，从被动变成主动。你知道你学佛为何？你为谁学佛？你不是为我，我又不期末考，又不期中考，
我又不随堂考，所以我每次都在问你们问题，你们都答不上来，觉得很尴尬，给一堆资料消化不了，对不对？要么像黄果树瀑布，要么像尼古拉卡塔瀑布，又推我们到这个长江黄河的彼岸，入了大海，淹都淹死掉了。可是对我来讲，却是一个举重若轻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只不过在串习什么？串习一个烁烁随念，同分所缘，什么？留住无罪四月相应的身心状态而已呀。所以每次观察什么，我施设什么名言，就随性了呗。对我来讲，我又不是念稿子，我又不是背经文，我看什么，我描述什么，就随我当下的心就好了。是吗？而至于九住行配合的四种作意跟六力，那不过就是知识的分析，自然而然它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就懂。四种会行，三种随观，以及六品熏思，也是归纳下来分类的种类。李老师就抓到重点了。六品熏思的重点在哪里？在于从语意觉到四边际到如始，是吗？各位发现，名义是如实，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四品熏思所引的是如实智。而至于为什么是，你们去想想看吧。而每一个从卷一到卷五十，乃至于到卷一百，广大一百卷瑜伽师地论，乃至于一本十字论里面的广大法相，全部在每一个法相上都可以烁烁随念，同分所缘。同分所缘在什么范畴？就是蕴界处的范畴。蕴界处说什么？说因缘果，是不是？而因缘果说什么事情？说人无我，说法无我。结论你都知道了，所以你是带着这个结论的方向感，这个抓重点的方向感，去处理每一个法的别相，是不是这样子？不要随着，不要被每一个别相的概念法拉着团团转，搞一堆思维导图的那个大图，那个大图啊，受不了啊！你可以拿来写书吓人呢、啊。听说每个字可以七毛钱，是这样算价钱的嘛？那虽然我这样子贬斥的口吻，我还是非常赞同你行有余力，把你自己走过的痕迹留下来给别人做思维导图，成为电子书，我觉得这还是很美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要改变你们的学习态度，用对学习的方法，确实做到摄心在定，诸耳以听的准备状态。再回忆一下，摄心在定就是干嘛？认识你的十八五嘛，改变掉你贪在十八五、散乱在十八五、颠倒在十八五的心绪，那个心绪拉拔的出来，你才有办法把它安在哪里？安在五门定之梁上，造成足耳以听的弟子相，你才能够学法入门呢、啊。由这个样的前行进到正行，正行就四个重点呗。烁烁随念在哪里？同分所缘上，对不对？产生留住无罪四月相应，就是身清安心清安的生命状态，让你的心绪
稳定相续的保持在这样子的过程上，有子有关。子就是你的心不要流散在十八五上，观就是观察它的自相共相、黑白品，以及三四心所显现的四种道理，不就是六品寻思吗？每一个法相都可以这样观察的，都可以这样体会的。不要以为我唱高调，从我们入文开始，我们都可以干这样的事儿。到时候我就跟各位讲，我们现在这样子做，就是在干什么，对不对？可是我管不上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们自己在上课之外的时间，你怎么样去调制你的生命状态？你怎么去处理你的十八五？你怎么去过你的五门定自良的生活？我顶多能够在一个礼拜三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乃至于呢，给各位一点思维的功课，让你们在两堂两个礼拜课间呢，去做一些练习如理作意思维的道理跟方法，我顶多可以这么做。但是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意乐，你自己调制你身心的努力，这些努力你跟不上来，你就是以一个想要获取知识概念、收集资料的态度来听学，那我就真的帮不上忙。或许你可以拿回去很多的资料文献 ，but so what？ 然后呢？然后你可以去转卖吗？我也说过，佛法是没有版权的。美丽一直跟我说，跟大家说啊，那些文具是抄我所写的啊，我是抄《瑜伽师论》里面的文具嘞。那我是抄谁的？我是透弥勒菩萨的、无着菩萨的。我从那边所得到的经验以及道理跟方法，核心的法要就这样，就这样，确实怎么做？我们就在往后的课上慢慢的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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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去看了这个易希鹏做翻译的那个大乘庄严经论的释，就发觉他的宋词、他的科判跟我们的课本教材有一些出入，乃至于呢他还没有定稿的科判本身都有一些疏漏，所以他常说，所以他自己说他没有定稿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你们不是要把那一本宋词的科判照抄到我们的课本上来，是你理解那个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自己慢慢从你解义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后一卷一卷，总共有24品嘛，一品一品的解义过程当中，你自己要去下科。科就是整理以及表达你的理路，而不是叫你快快的把它抄过来。抄过来之后，你自己的理性就觉得这样不对，请问要不要改 ？Of course， 当然要改。改改你们做作业的那种心绪。做作业只是一个增上缘，我讲过，它只有开始做，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你就持续的共学、陪读，彼此这样子互相的提携，慢慢慢慢的去累积以及改变你学修的方法，懂得以五道十地做审查标准，以修三门地的道理跟方法学习广大的法相范畴，做到这个宗旨，这件事情就有的你们好好体会了，啊，那是我跟李老师20几年学习瑜伽师地论以来，
那我们不只是学过讲过，我还努力的做了很多教材文献上的整理，不管是我们每堂课的白板，或者是我引述资料的这个课表的整理，乃至于修三摩地禅修手册，目前已经编了有两本。即便你拿到那两本的文献资料，目前老实说一句话，在没有人带的情况底下，你只是读，它就跟多读一本书一样。实际上要回到学习广大法相的方法上，重新修改你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本的工程上。这个基本基础工程如果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么广大的这个蓝图呢，老实讲就会变成是尼加拉瓜大瀑布、花果树大瀑布，把我们冲到太平洋去，对不对？然后呢，你从上海爬上崇明岛，溯源回到青冈藏高原 ，and then， 然后呢，你要去哪里呢？你就发觉，成佛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到最后是不是一个骗人的把戏呢？请问学佛是要干嘛？我们还给这么困难的方法，到底是在做什么？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这个警觉。当然前人的努力留下来的痕迹都蛮宝贵，我们绝对不低贱看待。但要让这些不是变成踮脚的石头，而是变成璀璨的宝石，那就要看我们对待的态度。好了，这个话不多说了啊，这话不多说，我们就显现课程的仪轨。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啊。好，大众请合掌，随我一起共念普贤亨元品回向偈。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善是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请放掌，阿弥陀佛。